要说近代以来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是哪个，那非日本莫属。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，这次战争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。然后是抗日战争，中国虽然经过八年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，但是伤亡人数达到3500万人，直接和间接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。这次战争又一次让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被打断。这些还不是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，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是日本人在战后对待历史的态度。他们死活不承认南京大屠杀，不承认731部队，不承认想吞并中国的事实，一次又一次的在挑战道德的底线。日本自唐代以来发动了4次对华战争，分别是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、1592万历朝鲜战争、1894年甲午战争、1931年抗日战争。这些对华战争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达到吞并中国的目标。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，更是制定了一个以吞并中国为目的的大陆政策。这个政策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吞并中国，因为只有吞并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，同时也只有吞并中国，日本民族才能够继续生存。那么几百年来，日本为什么一直都幻想着要吞并中国，并且不断的付诸行动呢？要想知道日本为何一直想吞并中国，我们需要从日本自身条件说起。我们都知道日本在领土上面是一个小国，陆地面积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，但是人口却多达 1.3 亿，而且日本国土面积 70% 是山地和丘陵。这还不算上面，更要命的是，日本由于处于太平洋与亚欧板块的交界处，火山地震非常频繁。根据公开数据显示，日本国内的火山数量占了全世界火山总量的 10%， 而且1/3是活火山。还有就是日本由于国土狭小，几乎没有矿产资源，就是赖以生存的粮食都需要大量进口。在这种恶劣环境下，养活 1.3 亿人口风险多大？由于生产在恶劣的环境中，日本人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，而且有专家甚至表示日本会在100多年内沉入海底。正是因为日本人强烈的危机意识，所以从骨子里想要对外扩张，需要一块适合生产的土地。观察日本周围，东边和南边是广阔的太平洋，西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亚。朝鲜半岛虽然很近，但是太小，塞牙缝都不够。最后地大物博的中国让日本非常垂涎。中国不仅坐拥亚洲最好的领土，而且离日本不远，之后日本利用一切可以扩张的机会想吞并中国，最后都以失败告终，到现在还沦为一个没有独立的国家。日本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如果你比他强大，他就会拜你为师，如果你比他落后，那么他就会侵略你。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、抗日战争都是因为实力强大才敢发动，所以中国必须记住一点，一定要让国家强大起来。因为在中国的东方一直都有一个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的国家日本，只有中国强大了，中华民族实现复兴，才能断掉日本吞并中国的念头，甚至还可以让日本对历史认罪。因为日本人永远都尊敬比他强大的对手，而鄙视比他落后的国家。要想让日本人反思历史，让日本人再次臣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中国足够的强大起来。